同样是刨冰，但是落下来的片片雪花可是飘出淡淡柠檬香。一整颗红心芭乐去籽后切成小块铺在刨冰上，另一边还有解渴 Q 弹冬瓜冻。接下来这才是重点，独家红心芭乐酱让整碗冰呈现梦幻粉色系，口味蛮特别，就一般外面不会有这种什么红心芭乐口味，偏酸，然后它的冰还蛮绵的，比外面都还要绵。夏天解渴用喝的不够，新潮红心芭乐冰，每样配料都走清凉感。平日上市第一天就卖了超过20万。一般市面上大家看到红色的冰都是西瓜冰，那我们就是希望说跟市面上有推出不一样的冰品，所以我们才用红心芭乐。那我们的红心芭乐冰也是用一整颗红心芭乐来去做的。第一款刨冰走的是低调大人味，淋上特调咖啡酱，暗黑系搞创意，来一个中西合并。现在要加入的是中方的仙草冻，咖啡咖仙草冲突组合，味道如何？我觉得很好吃，真的是你知道外面很热，但整个清凉一下。咖啡通常都是大人比较接受，但是因为我们做的比较偏比较甜一点，所以连国中、高中、大学生都蛮容易接受的。夏日冰品站要的除了料好实在，视觉感受若加分，更是能异军突起的关键。三十五旅行者廖安宝台北报道。